最后三秒钟了，我去我去，一号我，哦，先观察一下阵型，我观，完了，兵没造好，赶紧秒，我去，先打了再说，有拱木城吗？有，先打了再说。我去，吓死我了呀！带的是一个这个隐身塔的一个阵型啊，下面一个鸟炮，然后这里一个擎天柱，擎天柱的话一个隐身塔，两个隐身塔啊，下面可以有鸟炮，嗯，下面鸟炮永王可以点掉，然后滚木车从左边方向滚过去，然后可以把对面的隐身塔激活，这里给一堵超大可以开堵城墙，然后等一下我们的部队从这进去里面，嗯，这边的话可以放一个超大，等一下我们的蛮王从这里开城墙，滚木车刚好带上了啊，这里赶紧补狂暴了，这里很有可能有黑雷啊，放个气球探一下陷阱啊 ，OK 还行，总体来说，哎。总体来说还行啊，这里提前放部队断边了啊，先放个雪怪拉仇恨，然后放蛮王，这里开滚木车，差不多拉过来跟始祖人和蓝胖，先让始祖人去吸引那个女王的这个仇恨啊，然后跟猎手把对面的女王秒掉，给的这里龙宝直接断个边啊，放个猎手把对面蛮王打掉啊，蛮王开大招，这里的话把对面的这个隐身塔激活一个还是不错的啊，如果说能激活两个是最好的，这个超炸开的位置好像不太好啊，但是感觉还可以啊，嗯，这里的话蓝胖应该会绕过来，没事。永王别的太靠前啊，这里边放一瓶狂宝啊，嗯，蓝胖准备过来了，上面的话先不着急放我们的这个闰土啊，蛮王的话是能把上面打掉的啊，先冰冻冰一下对面的这个隐身塔，毒药的话毒一下，再补瓶狂宝靠前面点，先把对面的大本打掉，对，现在还有个人观战我，别观战我呀，哎呀我真服了，这里的话差不多开个金身保一下部队，弹跳的话放这个位置，这样子的话能收尾啊，上面的话放蛮王和这个闰土收尾。接下来的话，这个蓝胖怎么又绕出来了呢？别搞我呀，女王！啊，什么情况？他这个隐身塔一激活，搞得我的部队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啊！女王开技能把上面打掉，哇，这个单头直接无解吗？冰冻冰一下，让这个蓝胖打一波输出啊！我这个狂暴可以说是白给了，先把这个单头打掉，来最后一下，滚掉！哇操，就差一滴血，兄弟，女王死了，就差一滴血，40秒钟时间，你这不是搞我吗？哇，他就一个隐身塔直接无解了吗？还搁这修，38秒钟赶紧甩技能，赶紧的火速，隐身的话可以遮一下，把这边直接打掉，然后的话赶紧放部队，30秒钟时间，不会时间不够吧，我的哥，26秒钟时间赶紧把这气球打掉，对，23秒钟时间，这把应该挺极限的，还是把游戏删掉啊，咱们准备打第二把了，我去，2号都被打了，我们车，我去，直接秒，全部秒掉，我去，完了，只能打20号了，只能打这种垃圾阵了，我真服了呀。就怪我们前期打得太久了，右边点听我，超炸的话从这里开城墙，这把反打，对面援兵应该引不出来吧，引出来一个气球还行，右边方向点投石的话感觉压力是比较大的，毕竟的话这里有一个连弩啊，这里的话可以放个弓箭手拖一下啊，点两下就掉了，可以放投石啊，这里我给瓶狂暴，我感觉永王是能把对面的连弩点掉的啊，往左走，前面给瓶狂暴吧，漂亮，点连弩，这里放一个龙宝加蛮王加雪怪直接断边，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拉过来石头人，就蓝胖一起进去里面，气球可以一直滑一下，对面援兵的话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先给一个超炸再说，援兵出来了，三个兵人，这边的话前面给一个超炸开堵城墙，补兵狂暴